当时，虽然老师坚决的反对，我还是抛弃了古典乐，选择了爵士乐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音乐不学，进学些旁门左道，却失去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人。听起来还不难听吧？沟通从分享开始。Suntory Old， 我的 Suntory。